安了一衣，一手挽乌绒的长岛射衣，就是安了一手钉了鞋钩，一手钉了七元银。一切赠送全归安了用实时的主。安了在公然军中说，你说你们工作吧。安了几气失职和信使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船只由明者那里去。二塔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我见证万物废除，唯有安了穆罕默德是安了的仆人及其师子。安了在预售中创造了一些固定的规律和倡导，若无法改变这些规律和倡导，正如安拉所说，太阳不得坠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时。又说，这是安拉以前的倡导，对于安拉的倡导，你绝不能发现有任何变更。安拉是这些规律和倡导是同时生活规则保持建设到底的平衡和标准。建设到底是造物主造化完事的终极目的之一。正如安拉所说，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上帝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又说，在盖上的房之后，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毫无疑问，了解安拉与万物中的倡导的民族回去的辉煌城，一时是非穆斯林国家，因为这些规律和倡导是固定的。安拉与万物中的倡导之一，就是安拉已注定了结果，已注定了其原因，并命令我们采取若干努力。如果有原因，就会取得成果。无论在何时何地，这是安拉已预兆万物中的倡导。安拉已注定了结果，已注定了其原因。活在时燃烧的原因，杀人时死亡的原因，离地和播种是种植的原因，吃饭时成长的原因，艰苦奋斗时成功的原因，懒惰和忽视时设备的原因等等。安拉敦促人们努力工作，不要做事依赖，散步在地方上寻求自己的恩惠。这是教法规定的说明。正如安拉所说，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步在地方上寻求安拉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又说，他为你们而施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滋养。你们复活后热过于他，这是伊斯兰宗教对散布在地方上努力汗水工作生产和建设大地的概念。特别是我们的宗教是一个身体力行用事工作的宗教，我们不得也不符合宗教的
有利润为结构，而不作向文明的脚步日式事业。懒惰和不作向文明的脚步的谬论，毫无疑问，人群研究中显示和商人的专辑和就会发现，他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财主入关奴隶，闲者怒喝。原理是个木匠，他曾活费1950年的时间，呼吁其民众准备安了以后，安了命令他造船。正如安拉说，你应当在我的眼色下，以我的气势而造权，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我们必定要被淹死。安拉可以我原因或工作拯救他，但是安拉要我们再去入关努力。因此诺执行了安拉的命令。后来虽然他的宗教嘲笑他仍在造船，但是他开始造船。正如安拉所说，他仍在造船，他的宗族中的鬼子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都嘲笑他。他说，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于是安拉拯救他和众心痴。现实的我原理是个叠匠，正如安拉所说，我去意上次的我从我发出的恩惠。君山啊，荣耀啊，你们应当和着他赞颂，我为他设计了软组一波赛，在他们的一处具有一种迹象，两个圆谱分离作用，你们可以吃你们的书的一样，你们要感谢他，一个肥美的地方，一个日射的主宰。牧师说，任何人需要对吃不到比他们亲手劳动所得的更好的食物。安拉的先知的物就自食其力。在先知尤苏夫故事中，在出入关奴隶是拯救国家和容仆人的原因之一，先知尤苏夫已采取入关奴隶，因此他制定了一个广泛而全面的计划，只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免于一场世界上的饥荒，于是国家取得平安、安全、发展、繁荣和经济发展。这个国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就从原道或土普或甚至首土到这个国家来。古兰经中也显示尤苏夫之口说道，他说，你们要两种纪念，凡你们所守护的妻子都让它存在随子上，只把你们所吃的少量的妻子打下来，此后将有七个欢年来把你们所预备的妻子吃光了。日生的你们所储藏的少量妻子，在玛利亚故事中，安拉把丰富的饥饮从各方运给他。撒迦利亚每次进内殿去看他，都发现他面前有异样，
正如安拉所说，撒迦利亚每次进内殿去看他，都发现他面前有异样。他说：“麦尔玛利亚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呢？”他说：“这是从我的主那里降下的，安拉必定无量的供给他的。”意义大人在另一个立场，尽管他身体不好，但是安拉命令他要喊一早数具有新鲜的成熟的一早纷纷落在他的面前。安拉在这些经文中叫我们采取主观努力，正如安拉所说，你想入你的方向，要喊一早树，具有新鲜的、成熟的，一早纷纷落在你的面前。前一时期，牧神在采取主观努力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牧神叫他的民族进行伺候和柔米安排是成功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穆西尼为千里人民备好了两分多想选择勇士的朋友。后来他晚上悄悄去阿布巴克家找他俩，从家后面走了出去。穆西尼命令阿米尔·伊布努·福哈伊拉早上放牧牛羊，晚上为穆神和阿布·巴克带来牛羊用羊引唱他俩的两脚印。穆神恨了很了解安拉回声救他，但是他告诉我们，安拉与宇宙万物中的倡导需要在居住观努力，因此他要将个人努力和托靠安拉结合起来。我说了一声这些，就安拉饶说和你们一起赠送传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采取主观努力和信托安拉并不相违背。谁了解信托安拉的认识，谁已经竭力采取主观努力，谁认识的信托安拉，是已经在居住观努力。因为一切事情的确都是安拉所主持的。安拉说：“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相助。”穆神说：“假如你们认识的信托安拉，安拉必定在赐予你好。”要来那样恩赐于你们，他们早上饿着肚子出去，晚上填饱肚子回来，尿布保存食物和饮料，但是他尽量的谋生。早上饿着肚子出去，晚上填饱肚子回来。这种人性和艰辛符合生命的运动。如果他一生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那么他也每天早上就去谋生。牧师就是这样给牧师生命的教授采取主观努力的事实。他已经是他们做事以来，如果我们说当我们不采取进步和成熟的原因，我们就有罪，同时
归往我们自己和孩子们，也许不是夸大其次，因为我们宗教是知识伸出我们和沙王所有人得到幸福的宗教。有人说，是日啊，我全住脱后脱靠安了呢，还是该放开脱靠安了呢？牧师回答说，你全住脱在脱靠安了，拴住托属于驱逐官奴隶，但是放开托将导致骆驼的失窃。若啊，祈求安拉保佑我们的宗教人民，我们国家，祈求你使我们国家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国泰民安。